大家好，我是鲁伊。因为特殊的原因，所以非常的遗憾，今天不能在现场和各位好朋友一起分享我们这部影片《漫长的告白》。希望你们能够喜欢张律导演的这部作品，喜欢倪妮老师所饰演的阿川，白清老师所饰演的立春，还有我的立冬。也希望你们可以让更多的朋友知道我们这部影片，有更多的朋友走进影院来观看我们这部影片。最后预祝电影《漫长的告白》能够一路长虹，票房大卖，谢谢。